不要说这么大声，狗睡觉了。你回来就抱你的小狗狗。这是我的迅猛龙。这迅猛龙啊！这是我的两只迅猛龙。成绩小队。这是我的迅猛龙成绩小队。嗨，我也想吃。老，你回我家吧。我想吃你手上的。这样就会打针。会打针呀？啊。那你吃了为什么就不会打针？我吃就会打针。有口水的，有口水，它就会打针，你是没？嗯，那你们小气，那你不会重新拿过？啊，那我重新拿过啊！不吃小灰灰的口水会打针的啊，是吗？嗯。小猫猫，我们就放你在这里睡觉哦。好不好？哎，爸，睡觉觉。他的成绩小队呢？是这样子啊。舅姑他今天跑去你家了是吗？他跑去阿婆那里呀、啊。得了，不要动他了。跑我那里。哎，最喜欢小狗狗的家伙。不要抱他啦。他天天给他洗澡。这么好的呢。好可爱。他好可爱呀、啊。马上要帮他洗澡吧啊。我现在要他洗。现在晚一点才洗咯，灰，不要吃手手灰。啊！去上次那上次我们去那个舅公那里得的呀、啊，舅公太了，叫舅公太了。不来抱去床上不啊？就想来抱这里洗澡。你看丈母娘，不能动我的花不？他不动，他看你的小花花。他不要去动我的小花花。那天他那个你那个小萌萌上来的，把我的花弄。这个啊。哦这里面一个黄色，黄色那一个，不是这一个。我的花好不容易种的那么漂亮一点。这个，这个。咳嗽这家伙。丈母娘这么勤快，还在这里绣鞋垫吗？没事干今天。等下说绣这哥哥小灯笼，小灯小灯，你等下再回去了还没绣好。没有空哎。丈母娘的手这么巧，哪里没有人？好好玩的，无聊没事干，好好玩。那这两天不能出去，在家里。叮当猫，没事做。这只圆珠笔赶紧放回去。啊，没事。等下我们赶快我们回来骂灰灰。我会的。是哦。不会的啊！今天我就搞了，不跟我玩这个。那你就玩一下，现在不能拆它的吧啊，好不好？成绩小队，你会走路吗？走。你今天这么早放学回来了。好耶！不要动了，屁股脏脏的。哎呀，一放学回来就去看你的狗狗先，比什么都还重要。灰，这个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？灰，这个是什么？叮当猫。叮当猫啊，嗯，它走路嘞。等下你放到哥哥那里去吧啊，不要拿它了，等下它回来找不见就会赖哭的吧啊。喂，你去哪里？爸的有闪电了。啊？阿姨问你去哪里理发的有闪电呢？啊？小牛。爷，哦，妈妈叫你了，妈妈叫你了，我在这里，在这里看到。
好，要听话吧啊。嗯。啦。你是狗吧？妈妈，我的。不要爬，不要爬了。嗯，我的家就回来了。乐，那你压扁他。今天我给小灰灰跳一个那个，喊一个高。耶！慢点，慢点。你看狗。他叫七七。他叫小七七啊。又又灰，灰灰最近都变成又又灰了啊！他不给你吃是吗？不给你吃，他千里是吧？这么凉，你今晚上要连夜加班，把这时间修好，我要明天小的人回去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他喜欢你了。不要带他进房间吧啊！慢点，慢点。走路，要上去吃饭。你要去哪？哦，下班了。上课吃饭啦。小姐要早下班，我们上去上面吃大餐，天天吃大餐烦死了，丈母娘都说天天吃都肥死了。哎呀，没办法呀，谁叫你女婿要回去了？为了答谢你对他的关照，不请你吃一餐大餐哪里得？好嘛，是的，说他不好，说说你女婿。你女婿也挺好的，全部人都好，个个都好，个个都好，嗯，所有人都好。哎，上去吃大餐，吃完大餐才好减肥。不吃饭哪里继续减肥啊、哦？嗯，你靠了那三天饿了才减肥的话，那就难搞了。对，饿的又生病，然后又减肥不成功，哎，真的是受罪呀、啊。120，要吃饱才有力气去减肥。喂哦。我不是在很远的地方，我出来。刚吃饱饭下来，拿点这个胃药上去给那小顿人吃。刚刚上去吃饭的时候。听他说胃疼的难受，我掉下来拿点胃药给他吃，因为以前我也是经常会胃疼嘛，我也知道那种难受。他我的疼了应该有十几年了，太难受了，所以说我就经常家里备有胃药，拿上去给他吃吧。这小娃仔都不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拿上去给他吃，让他缓解一下。